哎、欸，这是店长吗？好像有我解释不是很好哦。哎、啊，好，店长。请问我的员工怎么了吗？没事，他要找住的地方。对他，我们刚刚在聊，他说他想找一个新的租，他想要租房子。嗯，但他好像看他跑走的情绪不太好哎。他只是害羞，慌了一点。因为你们要帮他找住的地方。嗯，因为他觉得无法做出选择。哎、欸，有些地方闹鬼。哎、对对，因为住的地方有灵异现象、所以他会比较慌张。嗯，没关系，那。好吧，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他很慌张的跑走，不过、没事，有黄先生在，我们还不敢乱做什么事情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好好，那你们继续吧，我要先离开了。谢谢店长。好的，店长今天辛苦了。店长，哎，店长，小姐，这个给你啊，我是觉得就这样就好了。糟糕，店长，我的钱包好像怪怪的。没关系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明天，好，这边好，那我明天再给你。走房间啊、拜拜。嗯，好好，店长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。他警官可以开车了。啊？也没有没事。那我先离开了，大家慢慢喝。啊，好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店长，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回家小心，再见。拜拜，哎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差不多嘞。资金管理要不要追出去啊？快点，现在还有机会。快点，说不定他在门口等你耶。我追出去，想说奇怪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我追出去要做什么？哎呦，你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他就是这。没有人。店长，拜拜。再见。完了。走了，我们出去透气了。等等。等等。我去了、应该是从后面。哎呦！我又被吓到了。这台车怎么停这边、这台就是一个人一台撞四台的。哦，刚是在打保龄球。出来，秦小姐就离开了。你太慢了啦，人家已经在那边等你，给你。几秒钟的机会，几秒钟的机会啊！我先，你们这样等我下班。哦，想说就是帮你助攻一下嘛。谢谢啊，还是特警官自己有意思。特警官很广哎，那个什么裘小姐也要啊，现在也要。哦，特警官这样好花、对呀、裘小姐是哪来的？上次不要跟人家要电话。要电话不代表我对他有意思。你说说要电话是不是有意思？要电话，我也跟店长要过电话，我跟厂长要过电话。对呀、那只是你太花心了。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阿姨呢？他我也不知道，出来的时候就没看到了。啊，他应该回去了吧？那他应该是太害羞跑掉了吧？
哎呀，特警官啊，你们现在总有机会的啊，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，需要给你他的手机吗？需要给你他的手机吗？可以哦，不用，这事情就让他顺顺的来就好。行啊，这顺他去被他追走不会啊，不过说真的，阿金啊，阿金怎么在这里？阿金啊，怎么还在这？哎，有没有看到本田他们小姐他们？没有哎，哪里？哦，不是那什么？车上啊。好，谢谢。里面这有保护色哎，绿光照顶哎，真的。路上小心啊！拜拜。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那车坐好多人哦。是啊。是啊。如果一不小心失手就……我想这种事情不要发生最好了。哎，对，学长好，不要发生比较好。啊，这还是怎么回事？那台是刚刚跟你说很精彩的一桩事啊，啊，就是这台车呢，还没被拖走，哦，而且走出来都会撞到哎。那等晚一点的时间呢，因为他们公务局说现在拖吊车都很忙，排满了。也是。话说，等一下有人可以载我回家吗？喝酒。坏了，脱掉了，在脱掉厂。那我再去脱掉厂好了。你会喝酒吗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可以啊。我再去脱掉厂好了。哦，好，麻烦你。对。啊，对，那个最近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。就是好，因为像那种汽车冲撞的事之间，就是短时间内发生两起啊，所以你只能在大街上面就多注意一点。好的，记得小心一点。证明有风化，真的。对啊，你只要小心，因为还不能确定是没有预谋还是我就是那个危险的意外，只是因为在短时间内发生两起，所以要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好的，我觉得是别人要小心啊，我不用。那你要不要先把自己预防性急啊？啊，你担心？那今天他就住警局就好了。我不要，好吧，那你去黑夜，我不敢。不怕。你昨天不是说喜欢越黑越好？没有没有，那看场合。哦。好，那今天差不多啦，大家各自回家休息啦。黄先生，那麻烦你。好的，好，加油，拜拜。两位路上小心。两位拜拜。拜。嗯，拜拜。那位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人家都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好了。OK， 好。不是差不多去前车吗？哎，陈小姐，是吗？那个刚那个那边那个，哪里？哎，好，在等你啦，人家在等你。这个特勤生。哦哦。哎。嗨。怎么了？你要不要进来一点啊？那个后面有车。哎，我觉得后面那台车可能等一下生气就会。啊？哦，没有，我觉得最近证明都很易怒啊。是哦，那子毅拜拜。啊，黄先生、特先生，哎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好了，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，拜拜拜拜。为什么？你确定我不用载你到特先生的家去吗？因为我怕下雨。好了，没事啊，让你的。哦好好好好哦，好路上小心啊，路上小心，好好路上小心，你也是。大晴天的车怎么闪？收起来，拜拜。拜拜拜。小姐谢谢。两位路上小心。拜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铃声真好听。
真好，多立身。真的。陈小姐平常就这么容易紧张吗？没有，她是好像她来酒吧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。好，好看得出来。干嘛？你真的喜欢她、哦？没有，只是对她的反应觉得好玩而已。哦，乱讲。真的。哦，如果想要追他啦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这个事后再说吧，八字都还没一撇。已经一撇了哦。没有啦，你今天至少已经正式了，对吧？对啊，是没错。不过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他都已经不晓得要紧张到要说什么了。哎呀，那表示他对你有意思啊。是这样子解释的吗？哈哈哈哈。可以这样解释的吗？我自己的话是这样子解释啊。我倒觉得，因为情务关系也会到你这边来，也会到你这边来寻求，所以要说真的有交集，或是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话，不免逃不掉啊。是啊，可以来这边巡逻的时候，顺便跟陈小姐买点东西啊，如果她在的话。对啊，也是 OK 的啊。那你是怎么来镇上的？还是我是搭飞机来的？那、所以你原本也是在酒吧里面？我原本我搭飞机来的时候有在另一间酒吧找一份工作，然后他那个老板收掉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难怪那时候酒吧第一天开张的时候说，因为那些人还没到，所以他们说有一个问题。没关系，那我晚点用公务频道去通知那个公务局啊，这边处理好了。好的。那酒吧开张第一天你没有来吗？对，我听店长讲说之后你是会到。对啊，之后会到。对啊，就是你知道有一个bartender会到，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人。哦，那就是我啦。不过看酒吧这样子，员工的气氛也蛮欢乐的。啊，是啊，很热络。而且酒吧我每次来巡逻，酒吧人都很多。是啊，你刚好就是都挑在我们尖峰时段来的。哦，那算尖峰时段。是啊。那下回可以更早一点。搞不好休假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酒吧待一整天了。这样听起来好像蛮放松的。是啊，你可以整天就这样子待在吧台前面盯着陈小姐看。这样子会被讨厌吧？不会啦，我会帮你的。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一招不是太好用。就去跟他点吃，然后就偷偷瞄着他。我帮你。不过，说真的，你来到这个镇上，原本就是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酒吧嘛。对啊，但是不是这间。我记得，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礼拜前才到。哦。然后那时候是看，因为我。看资料是说码头还是哪个地方有一间酒吧？原本建那个城堡餐厅的
东南方有一间啊，那边是我原本工作的地方啊。嗯。只不过老板之后把它收掉了。收掉原因你知道吗？嗯，老板也没有跟我多解释，他只是跟我说他不干而已。这样子哦。蛮好。很可惜耶。对啊，因为网络上面评价还不错。是啊。我想要来的时候就已经收掉了。嗯，老板说他也只是做兴趣的啦。欸，能够做兴趣，能够做兴趣，这真的还蛮不错的。是啊，我那时候刚开始只是驻场，然后老板到最后就邀我来他的餐厅帮忙做 bartender。哦，所以你是从驻场开始的。对啊。那这样，昨天怎么没有听你交歌一曲？因为我在工作啊。哦，我们到了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还真的。有领到了，领到了。那太好了。谢谢你载我过来啦。不会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嗯，我都跟你留个电话好了。哦，好啊。我的电话是58410。有收到吗？啊，有。好的。好，那之后就麻烦你啦。好。对啊。那我们再聊，时间也不早。OK。真的。对啊，感谢你。好，不会。所以你家里是住？我住对市区，住 IAA 隔壁那一栋。哦，是哦，那 OK， 好，那要早点回去。嗯，是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好的。嗯，再联络。嗯。
这个是三十，睡觉晚安。